下穿个衣服，也可能有点像之后碰面机会比较少的。嗯，为什么会比较少？就是穿离队嘛，对吧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是在同一行工作，还是会遇到的啦。而且现在也说不定那个传闻是真的，就是一切我们都是等待球团发布之后才会确认这个消息。我说真的会有同事，毕竟是我合作的。都没有人关心我会不会离队这样。我应该会跳到没有人要为止的。对，我体力还很好哦。为什么的？你说对于？如果真的吗？如果真的吗？我相信不管是对于女排或者是球员，都会保持的尊重以及祝福自己的每一个决定。我相信大家都还是会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。这个我没有注意耶。对，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我。你是说跳到什么时候吗？目前没有想到那么远，可能就是能跳多久就跳多久。因为毕竟这是自己最喜欢的工作。那也累积在球场累积了不少的粉丝。大概是多久前，就是听到有关于可能等下会对的这个消息？几个小时前吗？对，之前也没有听过，完全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续不续约这个部分都是一直由高层长官们处理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谁会续不续约，或者谁会加入，一切都是等球团公布我们才知道。所以我跟你们一样，几个小时前。那以你经验来看，就是林湘传出转队的消息，会跟他前阵子跟球员都有关系吗？就可能是真的拉拉队有进来。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他们当事人才比较晓得。他有说可能猜测说可能上场次数比较少啊，你是会去在意部中每个人的分配的上场的次数跟时间，出场的次数吗？其实基本上我们女孩的出场次数是一开始都是一样的。有一些女孩可能会工作比较多，就是外面的工作可能比较多的时候，就会在球场上比较少出席的部分。那相对而言，大家在外面也可以比较常看到她，所以其实都还是看得到啦。对。那你刚好从讯息关心他吗？关心林湘吗？对啊。不要害我啦！救命啊！关心是一定会要的啦。